杰玲是第一次来这里吗？嘿，我忘记了，好像有来过。上次这个就是那呢，就李莫千岁圣诞千秋，应该是跟我一样啦，他其实没得来到这边哦。对对对。所以你看这边的好朋友，大家相当的热情，真的真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呢也不能免俗，一定要把我们的实力拿出来哦。所以呢，接着下来安排这一首，安排也是江蕙二姐哦，继续来嘛，比较简单哦，也不太好诠释的一首歌曲。网中之歌，好朋友共同欣赏我们杰玲的歌声，事成，谢谢。掌声鼓励。